台南出口伊是阮那站发生这火车的吊手来卡着高压电，造成三人过亡去。台南市会今仔一透早去殡仪馆来慰问家属，啊，这劳动部有那依照着违反着职业安全卫生法，将头家移送检调。我现在已经没办法思考任何事了，我的支柱就是我先生，他明明就好好的去工作，为什么没有回来呀？受到去做工课，煞无倒来厝的翁婿，过身了后，佫留下两名囡仔。五十四只的家属是真悲伤。台南七股六号发生一起伫个气温边仔作业，煞无小心误电，造成三死的意外。台南市议会一透早，嘛由议长郭信良代表前往慰问。社会大众，我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啊，成立一个基金，那也有公布账号，让这两位孩子呢，未来有户或不之忧，能够为这个社会大众啊尽一点力量的关心。代志发生了后，警方以及相关单位勘察发现，三名工人伫工作的时阵，并无保持距离，并且嘛无设置护卫，嘛无监视人员监视，是因为安尼去接触到高压电线，造成三名工人当场误电。对此，劳动部治安署南区中心嘛将会对张姓的雇主移送检调来调查。那雇主已经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第一项，那这是涉嫌违反刑事责任，后续我们会移送给检察官做侦办。台南市劳工局是表示，也启动一再劳工个案主动服务计划，协助罹难者的家属，并且要求雇主按照劳动基准法第五十九条，爱予伊相关的补助。其他相关违反法规的部分，将会全部来严格来查处。另外，将会检视甲本案相共的作业场所是否不妥，并且加强对事业单位的宣导，以防相共的代志再发生。记者王正宏台南报道。